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来吃小吃，这家小吃啊，有蛮多网友叫我们来吃的，叫做小六锅贴。我看他网络评价3000多折的样子，没错，算是网络红店了吧？真的。我们今天就来吃吃看，到底多好吃。来，餐具呢在调味料这边可以拿。那大辣还小辣呢？大辣。冲了这句话，来，要你要吃哎，捞给我吃的。哎，捞给你吃的，吃点辣对身体不错了。它这个应该也是自制辣酱，你看。加个醋。来一点胡椒提香一下，这样子又香又辣，太过瘾。好，美食上菜啦，先吃这个锅贴好了，酥酥脆脆，而且会滴汁耶哦。吃下去，吃下去。好烫。我这个不输汤包哎，它这里面爆香哎，它长相很像汤包啊。嗯，它的汁非常的多，我咬一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汁水有多少。哇，底下，哇，真的跟汤包一样。看起来是肉算是自当没到非常多，但是汁水真的蛮多的。它吃起来，我觉得它的肉是属于清淡型。它有像网络上说的天花板，我觉得起码90分，这么高、啊。你说是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？应该目前吃起来应该算是有前3名跑不掉，是好吃的、啊。就像大部分网友讲的，有点贵，但是蛮好吃的，没话讲。它那个皮啊，超级酥脆，咬下去那一刹那，咔吱咔吱。它有分两段哦，第一段是脆，第二段咬下去爆浆。像我刚才是拿汤匙给大家看的，如果你是整颗放到嘴里，哇，像撒尿牛丸一样在嘴里。吃起来之后呢，它是带点甜味的肉哦，因为它本身没有过度调味，就是甜甜的，植物的原香味。我来加一下我刚刚调的那个酱，其实不擦酱呢，我觉得就很好吃。我这是用他们所谓的大辣，它那个超级无敌脆的，我好像没吃过那么脆的脆皮。它重点是加辣怎么样？我觉得要加不加都可以，不辣也没想象中那么辣。它上面写大辣其实也还好，大概是我们外面吃的小辣。讲真的啦，有一说一啊，他说天花板的确是在天花板附近。因为我们不要讲太满，下次搞不好就会遇到更厉害的。所以目前是我吃过锅贴来讲前3名，绝对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随随便便一挤都是10啊！你看这个水量，它是已经锅贴加汤包了。来这边呢、啊，一定要现吃，一煮完马上吃。他们这好像都是现煮的。对，生意非常的好，而且他们哦很早就收了，晚上6点。对，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菜，牛肉面。来锅贴吃牛肉面。他说这比较少人点。对，我们去喝汤口好不好？牛肉面很重要是汤口。看起来是属于清澈型，不是那种重口型。喝看哦。味道比较清淡一点。再喝一次，清淡带点甜，他应该是故意要煮这种清清淡淡的。好，试试看那面，细面，也不
是有跟他要酸菜吗？有，我先吃原味，再加酸菜。吃看牛肉怎么样？牛肉看一下，属于那种带筋的，很 Q 哦，也比较厚。嗯，还不错哎，四块啊。嗯，不止四块，我算一下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。那好像还挺多的，而且分量还算大哦。吃看它原味的，吃了。味道刚刚好，越嚼越有那个肉香加中药香，它吃起来会很软，入口即化，就是有点 Q 软那个感觉，其实不错。有几根青江菜，对，有的人不敢吃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我也不要不敢啊，这是青江菜，不是我的主食，但是有出现我也会吃。牛肉面 我自己觉得吃起来啊，也不会太差，大概是我吃的牛肉面的话，应该算是60-70分中上啊，它属于清淡型，吃的很爽口。那我们吃好原味，再加个酸菜。酸菜他会一开始问你要不要加，那他会跟你分开加。我先试试看它的酸菜本身味道怎么样。不是很酸的那种酸菜，它是蛮辣的。好，我们倒进去。因为牛肉面通常啊，很多人爱加酸菜，它可以逼出那个香味，还蛮辣的。我刚刚吃那小块，试看试看。哦，加那个酸菜味道辣起来。一定要加酸菜，所以它那个汤头才做的比较清淡一点。对，加个酸菜，连汤头都不一样，会比较香辣一点点。它的酸不会很酸，它是偏向香辣。要酸看酸辣汤。对，哦哟，哦内行哦，酸辣汤，它酸辣汤好像跟外面有点不太一样哦，颜色好像没那么深哦，感觉啦。喝看喝看。欸，酸度刚刚好。刚刚我点酸辣汤的时候，他有问我说我的酸度要怎么样，我说适当就好，辣度啊，我说小辣，所以目前喝起来味道刚刚好，不用特别加醋。当然你爱加醋，那边也是有调味料。我原本以为这颜色有点透明，我以为不会很酸，欸，很酸欸，它也是勾勾的那种。嗯，我们这个搭配一下，通常都会这样点，跟吃水饺一样。对，将近150左右，好像也不便宜。的确，就像我们以前常讲的嘛，女友本事好吃到让我们没话讲，那就算了。偶尔吃是也不错啦，好吃啊，来。难怪你看，人手一个套餐，锅贴加酸辣汤。啊，牛肉面是的确少了一点点，帮我们吃完做收尾吧。好吃好了，我觉得名不虚传了，好吃。啊，你嘞？那个锅贴真的蛮好吃，那但是牛肉面我就觉得还好，因为他们主角是那个锅贴啦，来这边一定要点一下。如果来应该会点两盘，如果胃口要稍微大一点的话，两盘才吃得饱。嗯，啊，女孩子一盘应该够了。啊，整体而言这家真的好吃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吃吃看。那我们影片要结束的话，转个订阅数就行了。各位朋友。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